因为要过去槟城了，所以就来警察局拿信。Tomorrow， 行动管制令期间，高速公路上准备好了吗？电车环视导航正式开始。大兄弟，你已经超速了，这是怎么的？你要我放弃了？大兄弟，你已经超速了，这是怎么的？你要飞呀、啊？前面可能是有点堵呀，你要是无聊的话，要不我给你唱个歌？哦，这是嘛耶 ？Oh no， 前方是拥堵路段。到了槟城的关卡还是那么多车。来这边附近走走看看，在新洲桥这边。我这个哥哥一个，你要切给你吗？要。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看到网上介绍的这个台湾地瓜球。简单的，这个是原味的，原味餐鸡翅。现在这边乡下鱼头米粉，还有螃蟹。离开槟城，信只可以待在槟城一天，回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了，全程就唯一一个 blocking。